用这个皮肤压力好大呀，我怕我被暴打。哎呦，这两个都有位移，这前面三个都有位移，我害怕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十子必用。齐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嗯，好像还行啊，从这个角度看，我感觉自己有种飞的感觉。无双飞啊！哎，还行啊，我这原来我走的时候屁股后面是冒烟的呀。有我在，好吧，我赶紧找回两句啊，找回两句。我刚开始训练已经说，是不是？不太好，不太好。有些话我还是要低调。从天而降，怎么说呢？是吧？皮肤很好。啊、什么？这为什么不交闪？凝住荣光。啊！没想到我这么厉害，他为什么不交闪？若结果并非所愿，那就这么配合吗？以前奋力一搏。他们以为击败我就是终结，而我必归来。将之改写，你是不会呀，对吧？让我展示马超，我实在怎么说呢？我这个压力有点大。收到，长驱直入。狼啸于天。哇，这么多人都来了，直接来四个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兄弟们掩护的好啊。这都是我的好兄弟吗？是吗？原来我是一个会玩马超的人，我自己都不知道呀。月影枪打，我马超要吃中线吧。是吗？我这马超原来还是有两下子的呀！好了呀，这防御塔呀，别都来上路呀，五车出击。替我保管一下集团，属于我亲自去。压力很大，感觉要穷起来了，我是没有去吃线的。
已无我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哎，我的队友这么厉害的吗？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你打得过他吗？这花木兰是在蹲我。我再单杀一次花木兰来证明自己。稍微等一下，兄弟，我没打。若结果并非好运，那就是尘埃落定前奋力一搏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我真的感觉我好像有点那么一点点悟到了，兄弟们。你们觉得呢？就是从我这个枪法跟这个拉枪的角度，还有这个收枪的这个感觉，你是不是感觉我还是能吃那么两下子的，好不好？我先原我在五十星，我都不配玩马超的。我没想到，我就是这个好像太久没玩，看别人的马超乱捅的，我自己好像也悟了两分道啊，兄弟们。是不是？他们以为击败我是功劳，而我必归来，将之改写。只要不打团，我就不会暴露我自己，兄弟。趁虚直入。游刃有余。已无。哎，怎么又突然打不动了？当场亡凉。啊，刚刚还打挺动的。看见我的枪了吗？现在又打不动了。伤害怎么一阵一阵的呀？可恶，这不开疾，没有疾走，伤害这么刮。从天而降，这太夸张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You have been slain.锁着我玩，挺头疼的。看来没有雾，下路也没有吹掉吗？月印枪鱼，战甲在身。往后打不好打的。十子必用。看见我的枪了吗？哎呦，这没有疾走，这个捅这个伤好低啊！游刃有余。你感受到了吗？感觉只有开疾走才有伤害。看见我的枪了吗？暂时战枪，银芒炸亮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. 这塔下续个重剑就打不动你，我亲自。长驱直入。下路自己掉了吧，我他妈跑快一点，我觉得自己跑好慢呢。兄弟们，能不能打起来？十子必有。能打吗？开起走，收枪，一收一放，再收再捅，再收再捅，再捅，收枪，收枪，捅，一技能拉走位，哎呀，捅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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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捅，好吧，从天而
就要这么厉害。我感觉我悟了，这结果并非所愿，那就在尘埃落定前奋力一搏。狂笑一剑，他们可以上了，不要下。看见我的枪了吗？无双飞燕，五载暴君获得强化，浩哥出击。收到。狮子必用，狼啸一剑。我没有疾走，这一波能不能稍微低调一点？好吧，我有疾走，我感觉我才能玩。妈的，抢了！无人可敌。前后铺垫，没有一件事那么难。我还不出这个隐刃呢。就保管这集团。属于我的，出隐刃我才能感觉自己操作丝滑，像个大佬，好吧？这是我的隐刃。狼啸一剑，嗯，这什么鬼啊？这疾走也开了，我操！狼聚之路，哎呦！这疾走白开了呀！打多啊这！别耗了！没有疾走这一波。烈焰枪雨，战甲在身，无刃可敌。看见我的枪了吗？能打吗？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说实话，下路的李白，我管他有点。狼啸一剑，嗯，怎么有一个倒的？能打吗？我的第一目标是给那个马可两枪吧。长驱直入。什么？收枪筒，拿走！喂，收枪，收枪筒，捅捅捅捅捅捅人呢？发起进攻！人呢？怎么没看到我呢？怪了。从天而降。收枪即走，一桶两桶，拉枪回枪桶桶拉走位啊，给你丢远了一点，不然我们拉这根枪捅那根枪它就没了呀。一枪两枪三枪回枪拉枪一枪两枪一枪两枪走位买中的事，别急，冷静，冷魂指引你归家之路，躲这里。来两波，兄弟们冲！始祖必用，看我的操作，一技能拉枪，我捅，拉枪回来，啊、拉枪捅，拉出来，我捅一枪，拉枪，狼啸一剑，再捅，哈哈哈哈哈！再回，可以，我在他们高地插满了秧，兄弟。怎么说？要不冷静一下？前后铺垫，不用冷静了，他们已经倒两个了。发起进攻！看见我的枪了吗？我捅，拉枪，我捅，再见了，兄弟。可以了，这一波是诱惑，结束了，还行，这把表现得不错呀。
看来我的马超已经有点小悟了，感觉感觉有了，感觉有了，对吧？给个 MVP 我不过分吧，我已经比之前进步很多了，我的马超。什么第二名？不是吧，我觉得我打得还可以啊，被橘子抢了。好吧，橘子的确节奏比我好一点。给个赞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